好痛，玩到了，请问有没有哪位好心人可以帮一下我？姑娘，我是叶灵霞，请问需要帮助吗？哎呦，这位好心人，我的脚崴了，请问你可不可以送我回家呀？当然可以，走吧。谢谢。这好事做多了，怎么觉着做坏事这么难呢？我要上哪儿去找叶灵霞啊？我的脚好痛啊！有没有哪位好心人可以帮帮我呀？怎么又逼着我做好事啊？救命啊！姑娘，我是叶灵霞，请问需要帮助吗？哎，这位好心人，我的脚崴到了，请问你可不可以送我回家呢？当然可以，走吧。你干嘛呀？哎，等等，我看你怎么这么眼熟啊？不眼熟，不眼熟，没见过，没见过，没见过。给我站住！我现在倒是知道你是谁了，这不是嫁到将军府家的郡主吗？说，到底谁派你来的？我不知道。放开他！叶灵霞，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叶灵霞，好久不见啊！你要冒充我，也不要把大娘的裹脚布穿身上。别以为戴个面具就是叶灵霞了，就是。你懂个屁啊！老子叫品味，不管那些有的没的，老子倒要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。谁多想了？你猜多想了吗？哎，你听我说，你别跟着我。哎，思恒，过来一下。
小月姑娘，什么吩咐？那个郡主和郡马爷去哪儿了呀？这么晚了，他们都还没有回来。不知道。你是郡马爷的副官，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该我知道的事儿，少爷自然会告诉我。那个，你有没有发现最近郡主和郡马爷有些神神秘秘的？不该我知道的事儿，一句都不问。行，没事了，走吧，没事了。小云姑娘，你放心，少爷一定会保护好郡主的，我也会在府中保护好你们的。司恒大人，少爷找你。知道了。少爷，你找我啊？没事，我和郡主掉水里了，你去找巧云帮我们准备两身干净的衣服，我们洗个澡。哦，是。把衣服披上，别生病了啊！哎呦，你说怎么能够两个人同时掉进水里啊？就那么不小心，还不是为了……小丸子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事儿，就走夜路的时候不小心掉河里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怎么可能？哎，好了，你出去吧，我要睡了。你出去。郡马爷，可以用餐了。郡主呢？郡主，哎，郡主可以用餐了。我不吃了，我早上吃多了，你们吃吧。啊！